你好。你好。呀，哦哟，女生吗？嗨。台上的四组导师，您平时跟谁比较熟悉呢？我想应该算是 JJ 吧。哦，你们熟到什么程度了？我忘了。好熟啊。熟的都想不起来了，您看看都熟成什么样了。好像以前有小酌吧，我忘了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看来你喝酒次数不多。我记得，我记得。没有，我们是喝茶。你们俩口供不太一致，你们俩真的是朋友吗？感觉再说要穿帮了。梁静茹、华语流行女歌手，《勇气》《分手快乐》等众多曲目深入人心，具有很高的传唱度。Hello，Hello， 欢迎金茹老师来到《梦想的声音》。哎，其实说实话，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在类似这样的音乐节目当中看到您了。是的，对，因为其实我对于录影比较容易紧张。哦。所以其实我之前我觉得我演唱会反而没这么紧张，然后我终于明白大家站在这里的心情了。然后我如此的紧张，是因为其实我的偶像啊 ，Sandy 就站在我的正中央。对的，你好。我真的是从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预演预想那个我站在这里正前方，然后有 Sandy 听我唱歌的那个感觉。因为从小真的是你就是我的也不能说是从小，应该是说从小确实是个禁忆哈。谢谢，欢迎你来。谢谢老师，请您入座。请久违了，开心看到你，欢迎欢迎。紧张是一定会的，会有那感觉，加油加油。一直聆听原唱的那个，大家的记忆跟影子都太强烈了，心里就会有一种压力，不好唱。我想要唱出属于静茹的版本嘛，就是可以安静一点点的，保留我比较电影画面一点。对，因为我是喜欢讲故事嘛。对，我还是很紧张的啦。你摸我的手都是流汗的，昨晚也睡不着。我为什么要来呢？我为什么要来呢？真正想要传达情感的，其实真的是内容本身，不要去用技巧面。既然都选择来了吗？就奋力一搏吧。他在唱《简爱》的时候，让我开始忘记这个环境，你知道吗？这已经变成梁静茹的《简爱》了。他没有改编有多大的幅度，他反而用了自己的故事。听你的版本，很难快乐起来。
Thank you.